薇娟作为主持人出席 Circle 颁奖典礼。俊男美女组合被宣称是公主王子殿下，但窦婴在颁奖典礼花絮中展现了和王子形象完全相反的搞笑模仿，甚至模仿的对象是自己的亲哥哥演员孔明。此前孔明出席百想艺术大赏，在走红毯时，因为太专注于向现场媒体打招呼，而没有注意动线，一回头整个人撞上拍照墙。经典名场面在网络上疯传，弟弟窦婴趁着出席 Circle 颁奖典礼，有现成的红毯和背板，便重现了哥哥撞墙名场面，让网友粉丝们看到后都表示太搞笑了。来自亲兄弟的 diss 真的太狠了，看来在家里孔明应该也是被弟弟吃死死的哥哥吧。兄弟两人的气质不太一样，但都很帅也很幽默呢。